今年的水果真是涨价涨到没边了。去一次水果店，没个几百元是出不来的。但水果中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营养物质，不吃又不行。所以今年人们的炫富物件都成了水果。那么各国的吃货是如何炫富的呢？日本人捧出了西瓜，迪拜人端出了草莓，只有中国人默默掏出了它。日本是个岛国，国土有限，而种植土地就更加贫瘠了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食物也就是海鲜了。蔬菜水果等食物在日本都是非常昂贵的，因为都是进口或者人工培育出来的，根本不可能大面积种植。就拿夏天常吃的西瓜来说吧，在日本吃得起西瓜的都是有钱人家，因为日本的西瓜都特别昂贵，昂贵到切成一小块后包装起来售卖的，只有土豪家庭才有条件买一整个西瓜吃。然而在日本有一种黑皮西瓜，更是西瓜中的战斗瓜了。这种西瓜据说有种特殊的甜味，仅生长于北海道，年产仅100个。虽然市面上的售价是700-800人民币一个，但年产量只有100个的黑皮西瓜，想必不出高价是抢不上的吧。在2008年，一个17磅的黑皮西瓜拍卖出了 3.8 万元。对于日本人来说，黑皮西瓜已经是天价水果了。当日本人捧出黑皮西瓜以后，从来不差钱的迪拜人坐不住了。我们都很好奇，对于迪拜这样的土豪来说，他们吃的是什么样的昂贵水果呢？肯定不会普通了。原来迪拜人端出了草莓，草莓的价格一直都很乱，有的十几元，有的几十元，有的甚至100多元。迪拜人端出的水果是草莓阿诺，草莓阿诺产自美国，是一种配铸钻石的草莓，一颗草莓上配铸一颗 4.7 克拉的粉钻，这样的一颗草莓卖到了140万美元。迪拜土豪吃草莓的方式也是没谁了。当日本人捧出黑皮西瓜，迪拜人端出草莓阿诺的时候，中国人从兜里掏出了它，那就是挂绿荔枝。所谓的挂绿荔枝，是荔枝最佳品种之一，因果身中间有一道绿痕而得名。如今挂绿荔枝的数量非常稀少，所以价格也越来越昂贵，一颗荔枝拍到了14万的天价。